圣诞老师好，草蜢的家人们以及 FB 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Andrew， 来自槟城州，很高兴的 Andrew 也参加由台北天元文化所举办的因为爱幸福美满随之到来108天抽记忆卡的活动，今天来到了第九天。同样的 Andrew 也抽了三副卡牌的每一张的卡牌来跟大家分享心得。今天第一张卡牌是从原来富有很简单的卡牌 Andrew 所抽到的这张卡牌，保持正向思维。好，这个卡牌 Andrew 所领悟到的就是说，在我们的人生观里面，常常想不开或者钻牛角尖的人，当然他们不可能会幸福，因为要把不好的观念全部放掉，因为这些都会阻挡我们的幸福。当存有不正确的人生观，这代表我们的灵魂资料库里面可能从过去到过去的界到这一界已经经过了很多界，又可能继续那个负能量观念或者学习，如此一来就很难进步了。就是我们的观念思想要很准确，假如我们的观念思想不好或者不正确的，就我们需要丢掉放掉，不然的话我们不能人生要进步就很难进步了，所以我们要常常保持正向的思维。好，这个就是第一张卡牌 Andrew 所抽到的心得分享的心得。第二张卡牌就是因为有太阳的卡牌 Andrew 所抽到，就是训练感恩，这个感恩。好，我们都知道感恩对吗？很多人常常知道，但是往往有时我们很难做到，就是感恩。所以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要常常秒秒的感恩，不管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我们要把感恩放在我们的心里，不管在什么时候，我们就要秒秒的去感恩，感恩我们的过去，感恩我们所吃的东西，感恩所有的一切。好，这个就是这张卡牌 Andrew 所领悟到的一些小小心得。最后一张卡牌从丰盛的光 Andrew 所抽到的卡牌就是这张正心正量。好，这张卡牌 Andrew 所领悟到的就是说，一个人正心正量最重要的就是臣服成神的人，心里不容易向光明。因为怎么呢？因为这种的人就是他们所谓有一些贪小便宜，对，贪小便宜，他们就是往往就是说，我做了什么就是，我会得到什么，但是这样的话，我往往的时候我们会失去比赚回来的更加多，因为当我们的磁场比较低的时候，就是没有光的时候，我们就要做什么呢？我们就要活用我们的心法，还有平常自己的光，就是光，刚才所讲光不足的时候，就要在太阳底下或者在室内修炼心法，从找回自己的光。就是这张卡牌的意义是，就是正心正能量。好，这个就是 Andrew 所领悟到的
的三张卡牌今天所领悟到的。好，这个来临的7月22号，我们将会在槟城的不是槟城，是大三角明德正校礼堂，将会有这个因为爱分享会。7月22号，从1:30到5:00，这场是免费的。还有接下来就是九月将会有这个，就是9月份，这个就是导师将会来槟城。9月1号 The Light， 还有9月2号在太子城国际会展中心将会有这一场这样生活更富足，这个就是一个 Q&A， 老师就是来跟我们做好像是千人的 Q&A 的那个活动。还有很感恩，再次很感恩老师12月再次来到槟城，12月15和16号将在槟城 SPICE 会展中心，这个就是因为爱富有美满随之到来的老师的巡回演讲，就是这个因为爱系列之三 的巡回演讲。好，这个就是 Andrew 今天所领悟到的一些小小心得，谢谢大家。